间，哇，这个很浑厚啊。那抬高啊，这上面是有距离的，不是平的。哎，然后肩啊，这里粗，不要太短，不要太长啊，不要太长，因为等一下还有一横。哎，这里还有一横，所以这个不要太长。这里不小心交错到，弹起来，然后塞空隙，然后点若即若离，这里没有点了啊。叠，叠一样，这边还是很饱满，然后这个，哎呀，很短促，但是也很膨胀，用比较膨胀，然后这边低，这边高，然后这稀稀瘦瘦滑过去，然后这里非常的长，而且向中间集中，这里没有一横哦，啊，之前的四这叠那里有一横，这里没有一横，古代不常写那一横，是后来的时候才有这样，弹起来，弹起来有。一弹过来以后，这是直的弹过来，这是斜的带过来。肩比较瘦长，瘦长的话就要表现它瘦长的样子。哎哦，然后这边比较短，然后抬高，若即若离，然后两边快要碰到没碰到，这里比较长，要心准备抬起来，然后。两个短横，这里是古代的月跟日，日跟月好像都分不太清楚的。哎呀，明明是日，古代写的是月。一咬，上面是短的，一个细，然后带过来，这个直的，逆上去细的，哇，这好用力，滑动下来的，瘦长的，然后这个细细瘦瘦，细细瘦瘦的，然后这个女。哎呀，塞在里面不好写，那就，哎呀，膨胀出去，然后一样，这个最长的笔画要把它拉长，这样子才有这个调性。哇，这女看起来就漂亮多了。故短横，哦，撇，秀气的撇出去，用力的折进来，然后这个挑上去，短的、滑的、细到粗的、膨胀的，哎呀。然后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然后撇出来，点，哎，这很特别，这里是没有突出，一般都会突出去，这里是没有突出去。固，打，弹起来，对准这个，弹过来，有，对准这个，然后就滑下来，往这一滑下来，再滑过来，哦，感觉是一气呵成啊，看得出来他那写的是蛮简便的，这个比较直，这条线比较直。直了以后再上去弹上去再压下来，再用这个把它压下来。神，哇，真是的，要敢啊！艺术创作有时候要敢，这个敢不是胡作乱做，而是在有限的范围、合理的范围做出强大的变化。哎呀，这个就是有点难度，所以他是写的真的是不错，在毛笔弹性。上做的非常的好，比唐朝楷书还好啊！田记得要收拢，一神祥子点高一点，哎呀，点高的原因很简单了、啊，就是拉长一点。点高的原因是因为这边要写高，待会这只羊啊，哎呀，写的好低啊，这写的那蛮特别的，这么低，这么低，这高低差好多，然后这边。竖画压下来，翔，饱满的点，哎，然后这边就是饱满的，哎，逆过来以后，哇！点还够，土布稀稀瘦瘦滑下来变粗，逆着弹上去，接着撇这一个，撇这个以后再，哎呀，细变粗滑下来，细的，哎，滑上来，抬上去，压下来，哎，压下来。